呢，要是在这个一的影片里面是饰演一个有着变态性格的画家。其实在这个最难演部分是在于他的性格方面，因为变态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变态，因为一般演的话是不能够呈现那种变态感的那种感觉。变态是需要切参考的那种人，就是去找了几个变态的一些参考的演员，然后呢就边看边做。像你平常是怎样训练的？平常就是看每一部不一样的变态影片，然后他们做的表情。然后呢，我就找到一个 S， 就是在《蝙蝠侠》里面的一个 Joker 的那个演员。像你对文倩的看法呢？文倩在这个一影片里面是负责剪辑影片，剪辑影片。吉拉是他是拍这部片的一个摄录师，所以很多部分都是他拍，包括晚上他们在外面跑的时候。在这部影片中的手是完全是你的吗？其实手也不完全是我的，基本上就是替身演员去来替身，就是替身演员去代替替身，我是负责人手，是替身。然后请问这个替手是谁的？就是我，这个其实就是副。副导演，他的名叫阿泰。你对于你追的对象油腻来说，油腻嘛，演的蛮强的，蛮强的一个角色，蛮厉害，蛮强。至少我很佩服他在每个地方都很入戏，在室内跟室外都要分好。你觉得这个戏拍得好不好？其实这一部戏其实还算是很满意的一部，就是从开始到现在呢，都很认真的去分好去拍这个影片，例如灯光啊灯。例如哪个灯打得不够好，就移来移去那个灯的位置。像对下一次如果还有机会拍摄的话，你觉得还有什么角色是你想要的？如果是下一次还有再拍的话，我想尝试演一个就是不同的角色。